自从那个男人离开银广独立门户之后，似乎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为大家介绍过银广的产品了。确实足够久了，直到最近有这么一款新品重新让我对银广拾起了兴趣，一款非常符合我们这个频道的气质以及在乎皮质等级质感的新品，那就是 Dubili。Dubili 拥有那种绝对金属质感的气质，但千万不要以为这种气质只有铝材才能体现。这里要顺便提一下 AB， 当今铝材机箱的绝对代表，无论是 M19 还是 Pixel One， 我们都已经分别为大家介绍过了。所以只看外形，大家可能以为 Dubili 必然也是铝板材质，但其实不然。除了那两条装饰用的铝条外，实际上 Dubili 几乎里里外外都是镀锌钢板，只不过极具金属质感的喷漆工艺误导了我们。但只要呈现的效果是优秀的，谁又会在乎到底用的是铝还是钢板呢？毕竟 Dubili 的钢板厚度达到了惊人的 1.4 毫米。 Dubili 自带了前后共计4枚的 RGB 14厘米风扇以及支持 RGB 的风扇集线器。看到这里，我知道大家一定想说，那么有质感的机箱怎么就用上了如此寒酸的玩具风扇呢？确实，别说是包含在机箱的售价内，哪怕是送，我都觉得这风扇实在是让 Dubili 掉价，因此统统拆光，换上雅俊近期新出的 H14PE。 如果你还不了解这款风扇的话，赶紧的， CHH 官方评测室已经为大家实测过这款14030风扇的实际表现。注意，这是14030 14 厘米加30毫米的厚度。简单而言，无论是材质还是风量，最重要的是静音表现以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轴噪概率，H14PE 通通都在中上游的表现。但我也并不是在吹 H14PE 就是天花板或者无敌了，因为听说雅俊后面还会点到为止。哦对了，追风者的14厘米版本 T30 的模具又一次开报废了。整个2023年让我们苦等了一年，至少最后的 H14PE 也算是平替的危机吧。装机的配件其实很容易选择，因为 Dubili 确实很大，甚至是大到了一种老 PCDIY 玩家装不满就会出现寂寞与空虚的失落感，特别是前面摆后侧的一大片空白区域。虽然我们使用的 C790 Dark Hero 只是 ATX 规格，但就算换上了 EATX 主板，我依然觉得喂不饱 Dubili。 所以我必须感叹一下，虽然 Dubili 的尺寸不小，什么硬件也都基本能塞，但极为空旷甚至完全可以说没有用心设计的内部结构，多少就显得有些偷懒了。Thank you.
好的动机视频开拓大家的视野，在分别经历了挖矿以及性能过剩之后的 PDDIY 今天，其实一年到头真的还能有些新意，还能拿得出来给大家吹吹牛逼的新品真的不多了。反之，越来越多的厂商们就是这个全家桶，那个收割粉丝圈，对于产品的执着和用心也已经不知道从何谈起了。但一年到头我们依然还是能看到一些不错的新品，那些能让人怦然心动的新品。不知道这些新品是 PDDIY 最后的倔强呢，还是倔强的 PDDIY 至少还能有这些新品呢？在这个即将完结的2023年，哪怕只是唯一一次的出镜，依然感谢银广为我们带来了 Dubili 这样的佳品。无论是银广还是我们所热爱的 PDDIY， 请一定继续倔强下去。这段内容就到这里，让我们下周一到时间早上9点再见。